我们要唱这个流星雨，对不对？陪你去看流星雨，又栽在地球上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尔金，我是这个各位这个的师弟啊，师兄好，师兄好啊，哥你好好聊天，对，好不好？我是昨天热腾腾刚刚迁入的。凤凰艺能太后悔了，你也早一点进来，这么棒的大家庭，一来就有饭可以吃，这么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多多照顾，多多指教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雅达，这也是我这么久，然后第一次来明视，然后看到了很多朋友，就以前很少参加这样的一个大活动，然后没想到第一次来明视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，然后很开心，希望这个接下来能够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庞，然后今天很开心，因为其实很多就观众朋友知道，其实我之前也是在明视嘛，然后中间离开，然后现在是回娘家的心态，希望大家都玩得很开心，也希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朋友也是每天吃饱饱睡饱饱，然后看八零档，然后每天很开心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唐峰。其实我也算是回娘家了。早期我们一个炙手可热的作品《新兵日记》嘛，就在里面产生， oh. 对不对？我里面的角色就是罗刚。那后来因为一些因缘际会，我就在外面就绕一绕，绕一绕。这一次经历了大概十多年吧，重新再回来。那第一次就来参加了这么大一个家宴，非常开心。那也遇到了非常多的老朋友，包括尔金哥啊、加达兄啊，或者包括阿庞兄啊。其实我是年纪最小的啊。你现在确定吗？不能太过分了。对不起，我的错。菜的好不好？菜不代表年纪轻。那我们要唱这个流星雨，对不对？陪你去看流星雨，又栽在地球上。真的不好意思，不是这样子。